大家好，我是小乔。我现在在玩的游戏是集合啦动物森友会。那在影片开始前，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话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早安，请听我说。今晚能看到一年中极罕见的流星雨哦。好哦。哦，所以今天会有流星雨哦。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的布告栏有东西，我看一下。4月9号是詹詹的生日哦。知道了。大家报告一件事，昨天我没有录影片，但是我有上来，然后录影地有来一个客人，所以我就让理查走了。然后这个新客人是谁呢？是桑托斯。我之前在找岛民的时候有遇过他，他是自恋型的岛民，然后是一只咖啡色的兔子。那我想说，因为我岛上也没有自恋型的人格，然后他算是兔子，我觉得也可以接受的岛民，我就让他搬过来了。然后大概刷了第二次吧，第二次让他就是读他过来这边住之后，他就帮我选了理查，那我就刚好让理查走掉了。所以我现在岛民全部都是新的了，然后马丁也是已经搬来了。我们进去看一下马丁的家。哟，他刚好在煮菜。他是布丁狗联名的小熊。没有错。你在做什么呢？桃子塔。谢谢你。然后再跟他聊天一下。结果红花当作点心的梨子的味道，好开心啊。那这样，既然这样，因为晚上有流星雨的话，我直接把时间先调到晚上，我们来看流星雨好了。先存档。那记录完毕了，因为我晚上比较没有时间录影片，那我现在来把时间调到晚上的8点。那我们现在游戏已经到晚上时间了，我就进去咯。那我们就去观赏一下流星雨，来去后面的地方好了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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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快许愿，现在就可以疯狂许愿了。想要来去后面看，我们先去后面的地方再来许愿好了。我的花园，富达的妹妹也在这里，我们来跟她说话。Hello， 富科，好多流星哦。你有空就试坐看看吧。谢谢你，我来看一下他给我什么。母羊座木马，讲完还会给吗？还是一次只给一个？好，那我来看星空。哎呦，我的钱树刚好在这，现在也变樱花树了耶。
的时候记得手上不要拿任何东西哦，拿东西的话就没有办法许愿了。突然又没流星了，我来把这棵树先砍掉好了。如果你可以我看一些星座有关的物品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流星，继续等，他说有一颗之后就会接连一直来了，怎么没了？可以了，按 A 就可以许愿了。这样明天早上海滩就会出现很多流星可以捡，星星碎片啊。复刻好可爱哦。欸，我上次好像准备衣服要跟他一起穿。等一下，我等这边的星星许完。看一下我的设计，也是这一套吧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来穿姐妹装，超可爱的，这也是别人设计的。哎，转过来。来来来，先许愿。哇，没许到，没许到。算了，我站在这里等。怎么只许到一个？不是啦，我要许愿。你跟我讲话干嘛？小妹妹，她准备过来了，我可以跟她好好拍个照。这就是流星雨。好多哦，如果一直许，不知道隔天最多可以拿到几个。我来回去家里换一套衣服，换个东西。回家，我来我的衣柜这里，听到声音就赶快许愿。我先换装啦，我想要换跟他一样有蝴蝶结。虽然没有一样颜色的，好，还刚好完成一个。
刚好像看到阿姨。Hello。怎么好像有人在忧郁？谁啊？你要干嘛？怎么样才算是真正的死党？你要不要来我家玩？好好去吧，走。我还以为他要搬走嘞。我们来拍个照啊，过来。有点挡视线了。刚好有东西挡住。尤其你不能出来一点吗？好。你有什么东西想要的吗？我想跟他买这个椰子灯。东西不能让，不能吗？他不愿意卖这个、哦。他不愿意卖这个，我就没有特别想买的耶。切菜板，好啦，跟他买个切菜板。一秒就能进入梦乡，试试看。天使光环。我想要，我想要。猜大看看吧。哦，猜对了，太好了，太棒了。我来试试看，这个也还没学习。那来穿一下天使光环，变天使。他穿的这个衣服也是我送他的。我转这边。我有时候不太会调那个相机，一起呀、啊，一起，完全不一起，怎么会这样？来，一直拍手。要看镜头。我好像离他太近了。再多吃一点，我就不相信他不转。好，这样很可爱。拜拜喽！送我曲子哎，谢谢你，好可爱哦，尤其。谢谢，拜拜。好，马丁在钓鱼，桑托斯的照片，画画我也要找时间再来找。有，流行。
妹妹挡在我后面，躲在我后面了，妹妹。许愿，许愿。可爱欸。我想跟他合照，可是他不看镜头。妹妹，你去哪？他就这样走掉了。来得及。穿着衣服适合来这边许愿哦。好啦，我也不能一直许愿，我来看看一下岛上今天还有什么特别的。他眼睛也会变成星星的样子。我们来去海边晃一下。听到声音就会想许愿，像明天可以获得很多星星碎片。这边没有瓶中信，我来挖一下这里。许一点愿，明天之后就可以拿来做星星的道具，星座道具。詹詹现在在家里，我来进去他家里看一下。拿他的工作台坐一下。做木马，还要有母羊做的碎片。我来做一个，哎，居然没有办法做。算了，没办法做，我就之后再自己补做。好，我跟他聊天一下。Hello。如果你现在想要喝茶，会想喝哪一种茶？红茶。最近似乎比较忙碌，需要放松一下。好像有点准欸。我也觉得最近好累哦。好，那这就是这一集的影片，我这一集就先录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的影片按个赞，那也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拜拜喽。